漫游基本法四，人生自由，成班人可以一起玩，真的好开心啊！啲嘢食又好味喎。议员哥哥话嚟紧仲有新年倒数、春节联欢会，同埋好多好多唔同嘅活动，好想永远住喺度啊！妙妙，如果你想永远住喺呢度，我哋就要了解一下点样做香港永久性居民啦。做咗香港永久性居民，我会唔会翻唔到 B392 星球噶？我会好挂住爸爸妈妈，好挂住啲嘢食，好挂住。停停停，放心啦，无论你做咗香港居民定系永久性居民，你嘅人身自由都唔会受到侵犯噶。呢个系基本法赋予嘅权利，系禁止任意或者非法剥夺或者限制人身自由。除咗头先讲嘅选举权同埋信仰自由，香港居民仲会享有好多好多权利同埋自由。喂，妈咪呀，我系妙妙啊，我想移民香港。吓，认真咩，妙妙？根据香港基本法第28条，香港居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，香港居民不受任意或非法逮捕、拘留、监禁，禁止任意或非法搜查居民的身体，剥夺或限制居民的人身自由。根据基本法第31条，香港居民有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境内迁徙的自由，有移居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自由。香港居民有旅行和出入境的自由，有效旅行证件的持有人，除非受到法律制止，可自由离开香港特别行政区，无需特别批准。